家好，我是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小帮手小杨。今天在我身后这台是日规外汇17/18/143，那它呢已经在齐力做完全车检查、全车保养，下一站就是我们在为车主做客制化全车金牛皮包膜的服务。现在呢，我们有几个问题请教我们的柚子店长。那想请问一下，贴金牛皮的话有哪些比较需要注意的事项？基本上包完全车之后，只要正常泡沫洗车啊，随后的话我们会附赠包膜专业的保养液啊，定期的维护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帮车主问，如果边边角角有翘起来的状况的话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基本上我们施工保固都是一年，起泡、脱胶、翘边、非等为因素，只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回来找我们这样。现在我们回到了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，最后一站呢，我们来验日本 GOO 第三方认证。经过检验员仔细的检查之后，确认车子结构安全，完全没有问题，那车主就可以安心把车开回家咯。有很多的朋友问老肖说，外汇双臂车要怎么样买才会有保障？你一定要找有店面的商家。为什么？当你的车子出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找得到人来帮你负责。7年内的外汇双臂车可以保保固险，而这个保固险呢是用这家的牌去保，不是跟别人借的哦。那如果你的车有保固险的话，当你的车子需要维修的时候是免费的。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两点，基本上你买车就可以避免掉非常多的风险，买车也比较有保障。